佐敦金分大厦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，政府朝早进行执法行动，发现有约20人未有遵从强制检测公告。由尖旺民政事务处联同警方、卫生防护中心人员，朝早约7点到金分大厦检查居民嘅检测报告。行动一共检查约140人，约1/7，即系约20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，已经向佢哋发出强检令，同埋定额罚款5000元，要求他们再接受检测。